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元朗区李家角阿 Ken，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 Yoho Midtown 的一个内园的两房单位，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。好了，入个单位入面了，厨房的位置呢，向南的方向，屋苑里面包含了室外和室内的泳池。我们现在去睡眠区。